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看讲义第二章，认识佛教。第五段，学佛入门。看第七题，学佛后的功效。我们承认了，今天我们所修学的佛法是教育的佛法，不是宗教迷信拜拜的佛法。跟着本师释迦牟尼佛学，老师传授给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导了我们，化育了我们的道德、人格、品行、修为之后，人家问我们，那学佛能得什么个好处？这么一问，大家就很有信心地说了，哎，你不知道啊，学佛就是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呀，念阿弥陀佛，将来死了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是这么样的回答的话，除非这个人啊已经具备了学佛素世的善根。他听你这么说，就算他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佛法，什么叫念佛法门，他一听就相信，就生欢喜心，这种人少见啊，必须是过去生生生世世是学佛人，是念佛人，而绝大多数的啊，不能接受你这样的说法，反而会把人家给吓坏了。所以念阿弥陀佛，临终求愿往生，这是要看对什么根性的人而说。那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把这个最重要的利益告诉人家，人家不能够接受呢？因为你讲的都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啊，那死了以后我看不到了。要让他知道学佛后这一生眼前佛法给我们什么利益，底下三条三句说的，第一个，学佛后要转恶为善，第二，要能转迷成悟，第三，要转凡成神，而这三个利益必须是以第一转恶为善为基础。得到这个转恶为善的利益之后，你才能得到转迷成悟的利益，有了转迷成悟的利益之后，你才能得到转凡成神。如果你说下面的我不要，
我只要最高的那个转凡成圣，没这个道理。而佛法不必等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世你就能得到这个利益。那如果是现世能让我看到的，那我就有兴趣了。所以人家说佛法不可学，佛法真正可学。可学是什么呢？我做了以后，我能拿出证据来给你看。啊，但是这个证据不能够说我今天学佛，明天就转恶为善，明天就转迷成悟。是随着你下的苦功，你真学佛，你下的功夫深，你得到的效果就大，你得到的效果就快。啊，有的做学生的懒懒散散，有学吗？也有学。这样的态度呢，你得的效果就少，时间就拖长了。那如果不是真学佛的人，这假学佛的，做做样子而已的，或者是学的方法错了，那就对不起了。修到晚年，修到临命中，你都不得利益。真修行人，真佛弟子，一定能得到这个好处。我们来看，第一个，转恶为善。就是我们过去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行为，这个叫恶。与贪嗔痴相应的就是恶。为什么？贪嗔痴决定引导我们造恶业，所以它是恶。与经典里头的善相违背的，它是恶。如果再把境界提升的话，念念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不以众生的苦难为优先的话，那么在修菩萨道上，这也叫恶。所以它也有层次的差别。那么自从我们学了佛之后，一定能够转恶念为善念，转恶行为善行。转恶念自从学了佛之后，啊，从经典教戒里头，从听经闻法里头，接受了世尊的教育，佛把现实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清楚明白。所以说学佛，学明白，佛是觉悟的意思啊。
学佛教你学做一个觉悟的人。明白什么呢？明白道理，明白宇宙，我们的生活空间，明白人生，我们自己这一生，把所有的前因后果，佛为我们解释清楚，让你明白了。但是你说，听经闻法学佛的人也很多啊，为什么有的人听经闻法之后，观念上他不能转恶为善呢？那这个就真正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问问我们自己，那也常常听经，道理你说多明白，多懂得很多，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基本的这些道理，特别是因果道理，那都知道。那为什么有时的观念还错误呢？那就是众生的执着心太重了。执着就是烦恼，我们今天是用烦恼来学佛的。那要这样说的话，谁能够说去掉我的烦恼来学佛？我要能去掉我的烦恼，我就心清净了。哦，难道说我们来听经，我们来学佛，还要先去上另外一门课，怎么样把我的烦恼消除掉，然后才有资格进来佛门学佛吗？没有这道理。一进佛门来，就带着这个烦恼心在学佛。但是又说，是用烦恼心来学佛，我用烦恼心来听经，那反而提出一大堆的烦恼。啊，不听，不听还没有烦恼。那怎么办呢？为什么让我起烦恼呢？我执。所以佛教我们，佛法好比是甘露水。你来学佛，你来听佛的经，你要有一个法器来盛这个甘露水。好像你拿一个盆子，拿一个锅，拿一个杯子来接受世尊的大法啊。但是今天我们有烦恼，虽然有杯子，这杯子已经满了，我脑子里头满满都是自己世俗的错误观念，所以今是听了这个道理明白了，有时候跟自己利益冲突的时候啊，就会想着，我看大概是世尊讲错了，啊，不愿意失去自己个人的利益吗？如果我按着佛的这个方法这么去做的话，我世俗很多利益都没有去了。那就是，你还是用自己的知见来听佛法，你拿着这个杯子来盛甘露水，杯子已经满了，甘露水再倒下去，杯子盛不了，从两旁漏光了，那怎么办？要做佛门的法器，先把杯子里头的水倒掉，把它清空，用一个空杯子，你才能盛到满满的甘露，把你满脑子的
思想、念头，什么呢？我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该怎么样，通通放下。脑子清空了，你就好比是那个空杯子，你才能够成道甘露法呀。古人学佛是这样的学法，他得利益，我们今天没这个机会呀。古时候的人尊师重道，所以你看古人做学生的去拜老师，老师如果觉得这个学生是可造之才，老师一定开出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过去所学的通通作废，我一概不承认。你要把你以前所学的通通放下，从今天起你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只能听我的，我怎么教你就得怎么个接受。那个时候人家真的听话，把自己以前学的放下。我们现在不行 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张白纸啊，我们现在是报纸啊。今天老师给你讲这个应该这样这样的，哎，师父，不是，哎，我以前在那边，我跟那个老师学是那样那样那样的。哎呀，老师要听你这么说的话，老师叫阿弥陀佛，老师不会再教你了。为什么？老师知道你是报纸，你不是一张白纸，你的那个杯子已经装满。现在的老师不会给你开这个条件的，为什么呢？知道我们做学生的做不到，勉强该给你开，强迫你把以前所学的通通放下，啊，你以前修的那些我通通不承认，你今天只可以跟着我学，听我一个人的。哪里还会有学生跟你学呢？所以今天要知道，我们脑子里头坚固的这些我执、错误的执见，所以纵然听经闻法，自己也研究经教，不得其门而入啊！只有放下。把杯子清空了，那么你才叫佛门的法器。这个是讲思想上，那么行为上的呢？行为上一般是关系到自己的观念，因为你的身口造作是被你的念头控制，你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贪嗔痴，你就能够控制你不去造杀盗淫妄。另外一半呢，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烦恼习气。那么，真学佛人在自己行为上，同样的放下以前，我今天拜佛做老师，我跟着老师学，老师经典教戒里头三皈依五戒八戒是怎么修的，该怎么去做，我完全接受，没能做到的我时时生惭愧心，因为我烦恼习气业障比较重，
所以这些啊，哎呀，我做不到。那些能做到的教诫，也不要起傲慢心。你看到没有？我可以做到，你做不到啊。能做得到的，要生庆幸心。但是你今天做到了，不担保明天也还能做到啊。所以修行人是每一天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今天做到了，奖励一下自己，希望我明天同样能做到。今天做不到的呀，赶紧生惭愧心，生忏悔心。我今天这一题考试不过关呐、啊，明天面对到的时候呢，我对这一关呢、啊、就要加倍小心。什么叫做没有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理由。人往往是做错了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升起来的不是直接自己承认错误。你要能学古人的，自己一做错了，第一个念头升起来的是反求诸己，没有去管别人，当做错了是向内找。之所以会错，决定是我个人的错，与他人无关。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在行为上，我们就有了这条毛病，自己犯了过失了，第一个念头升起来的先找谁害我做错的。哎，找到有这个理由了，好像很开心啊。哦，我总算找到了，今天我会做错都是他骗我，都是他害我的。你永远错下去。你不能得到效应。真正要在行为上转恶为善，自己有任何的错误，第一反求诸己，第二绝不抱怨，没有人害你。为什么叫没有人害你呢？因果，你要知相信前世业因今生果报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的业因形成你今生的果报。过去的业因谁造的？我造的。今天让我再去做错事情了，谁害的？我害自己的，与他人何关呢？能够是放下我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尊贵太重要。你这学佛的第一个阶段转恶为善，你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恶行为放下转为善行，听经闻法，以直善知识，跟老师学，必须要对老师能升起满分的恭敬心、真诚心，你才能学到啊，而不是你有多聪明啊。你能理解的多，听得多，能背的多，这是你的天分。
然后找名气大的老师。这名气大的老师啊，他教学的功夫当然就好得多了。啊，你比如说名气大的老师，可能他讲的比较生动，你整堂课你都不会睡觉。啊，跟那个比较没有名气的老师啊，可能他表达的能力不是很好，啊，也不什么吸引人，很快你就睡着了。那你说，像我这样记性好的学生，再能遇上高明的老师，是不是你就成就啦？不见得。学生的条件在于真诚恭敬。那么老师呢？早上知识的标准呢？第一，我对他说的法能不能完全接受？你对老师有没有这份恭敬心？啊，这就是条件。啊，能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你是法器，这个老师所教导的你都能照单全收。那么将来这一班学生里头啊，就是你得的效果利益最大。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我们现世学佛还没往生，人还活在这个世间啊，你这一生就一定要能从自己的思想，从自己的行为上去恶就善，把恶的通通改过来。现在人家看到的你啊，你现在的人品、道德、品行、修为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必须先得到这第一个利益。要多快的时间能得利益呢？很快。慢，半年；快，三个月。有人问印光大师，我知道学佛很好，我知道佛法的利益很好，我又很心急，所以他问大师，有什么方法让我用最快的速度来得到学佛的利益？大师说，有，为诚为敬啊，一份真诚的一份十分沉浸心，你学佛的十分的利益，不在于你多聪明，不在于你是要找名气多大的善知识，啊，只要你具备真诚恭敬，老师又是正知正见，如理如仪，你一定得利益。现世，啊，三个月半年，就能让我们的行为转恶为善。这个是你学佛境界提升的基础。同时这个最重要，这个是我们印证佛法的科学。看到了，这就是我学佛的好处。真正学佛可以把一个邪知邪见的人改变他的思想观念，真正学佛可以把一个恶人
把他的那些恶行为，甚至十恶不赦，都可以转变过来。这就是效果，不必等到来生才看到，现世就看到。啊，说它重要，只有自己转恶为善之后，你才能影响周遭的人。我们自己进了佛门，我们所学佛好了，我们也劝家人、劝旁边的人要学佛。为什么人家不信佛法呢？因为我们没能做到转恶为善。如果我们真做到了，你家里的人，他第一个受影响。为什么？家人跟我们啊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而且对着家里的人呢不必掩饰啊。如果你说到公司上班，对着外头的人有时候还要装一装啊，反正对着公司的人一天八个小时嘛，我就这个八个小时我就装得自己脾气很好，装得自己心量很大啊，装得自己啊啊嘴巴都讲好话，那回到家乱骂啊。所以啊，面对外面的时候我们是戴着面具，只有回到家里了才把那个面具摘下来啊，那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你那个烦恼习气啊，就在这个时候通通都表演出来了。表演给谁看呢？表演给你家里的亲人看啊，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啊，天天都在看你表演习气毛病啊。你跟我说学佛有多好有多好，看你学了那么多年，我看你照贪心的照样贪心，该嘴巴怎么骂人都天天骂人。所以家人不信佛，如果我们自己改了，让他们自己意识到，哎，为什么你以前习气那么重，那么贪心，嘴巴又那么坏的，学佛半年一年三年了，你整个把这个习气都改过来了，不由得他们不相信是佛法改变了你。平时在家里不懂得关心父母，学了佛之后知道第一桩要学的孝养父母，所以从今天起我真正把佛法落实在第一条，怎么去关心我的父母。你做关心父母不是说要有钱才做得到的呢，我没钱我做不到。哎，父母哪是希望你给他多多钱呢？啊，让父母感觉的佛法把我一个不孝的儿女教导成一个能关心父母、能孝养父母的儿女，你说你的父母能不感恩世尊吗？你的家人能不感恩佛陀吗？关键在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把佛法弘扬开来，要向人家说佛法好，记住我们自己一定要从转恶为善得到这个好处。有了这个根基之后再认识佛法，佛法除了教导世间你怎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怎么跟人相处，佛法更进一步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你不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就叫迷，迷了它之后你就执着都是我的。这宇宙人生的道理佛告诉我们，一切人事物都叫因缘所生法。
什么叫因缘所生法呢？缘聚，这一切人事物自然现前；缘尽，你以前所得到的这一切人事物，它就没有了。佛要我们看清楚这个真相。你不明白的时候，在你拥有的当时啊，你起了坚固的我执，我的。得到了，虽然生欢喜心，但是又担心他失去。得不到的，你就生求不得苦。万一被人家拿去了，你又起怨恨心，这些都是被周遭的人事物，被他的变化，被他迷了，被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整个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我，你找不到我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天天都要开心快乐啊。但是你看我们人有时候啊，这一天才刚刚早晨开始，不就为了那一点点小事嘛，你就把它搁在心里头，就改变了你今天整个的思维方向，你这一天就苦了。要把苦的因找出来，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一定有一个原因。看清楚这个事实真相，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不苦了。能够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这个才叫做转迷成悟啊。悟是什么呢？悟是我明白了，我懂了，我知道了。啊，知道了以后呢？知道了以后就放下。不知道，不知道就起又被苦恼。但是还是以转恶为善为根基。你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恶，啊，你今天还是恶心，还是恶行为，什么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第一个起心动念就是恶。那恶叫什么呢？为自己，自私自利，整个思维的主轴就是以我为中心。那么从我这边再发出去所想的一切，通通都错了。人家就算呢对你好，你也把人家的好心呢看成是想要害你呀，那你就一直的迷下去。哎，当我转呢，我是善心呢，我起心动念不会以我个人为主轴，我念念想着替他人。当你是善念的时候，你不会起这些恶念头要来造业。当你是善心的时候，你才看清楚很多事实真相。所以转迷成悟，我们现世就能得到。那悟了以后，我得到的是什么好处呢？一个开悟了以后的人，一个看清楚自己周遭我跟人生的这个事实真相之后的这个人，天天没有烦恼，开心快乐。如同我常常说的，这个人
他的生活日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说我们今天我们苦，我们的烦恼从哪来？我们的烦恼就是喜欢跟人家争啊，没有节制的要求太多，苦从这边来呀。当你看清楚因果事实真相，哪怕是今天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你第一个起来的反求诸己，我不怨天，我不尤人啊，灾难到我身上来必定有它的前因，我今天这个灾难，这个灾难是果报啊，你过去没有造这个不善的因，你今天不可能得这个恶果报。谁造的这个恶因呢？我造的，我造的我来受。既然已经现报了，佛教我要心甘情愿接受。所以一切不善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心甘情愿去接受，你日子里头你同样是多灾多难。那你说苦从哪来呢？苦从你甘愿吗？你如果是心甘情愿还债，你心里没有苦受。人生不如一世长八九啊，现实人生里头，人与人之间，一个家庭里头，天天都有一部难念的经。今天已经严重到，不只是夫妻不和，父子不和，母子不和，兄弟不和，哭不哭啊？转恶为善的人，转迷成悟的人，他有一种善的心量，我忍一忍，我让一让，我能忍我能让，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啊。不一定是每一桩事情都要向前走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迷惑的时候，常常都是退一步想，要都能退一步想的话，天下太平。时时都能退一步想的时候，你才看到自己活动的空间无限度。但是为什么就是喜欢一直往前冲啊？明知道前面是撞墙，你都一直要往前撞，希望把墙撞倒，不是我倒，结果你就被牺牲了。想一想人生多少不如意事啊！知道都是前世业因，今生果报，那么今生我第一，我转恶为善，就是我的第一门功课，我修忏悔。我过去做了很多恶，我知道今天一定有果报，但是果报还没来。我只是从佛经里头我知道，前世业因，今生果报，只是还没发芽，还没结果。我能不能把这个可能今生现报的这个果报从大的变成小的，或者把它拉长一点，或者把它压着暂时不要那么快现报，可以吗？行。什么呢？你这一生认真赶紧的转恶为善，
把自己一生的恶心恶行为转过来，你这一生是善心善行为。如果是果报现前，他能够转重报成轻报。或者呢，这个果报它的时间延迟现报。那延迟现报迟早都要报啊，那有什么差别呢？因为我们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我这个延迟是延迟到我把这些还没有发芽的果报啊统统带去极乐世界，叫带业往生。佛还教我们这一招啊，佛可没有说你以前造的恶业要这一生啊受报啊，如果这个果报没受完，没受完来生再投胎再来受报，一定要果报受完了你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佛没有这么说。佛给你讲，你过去造作的业因，只要它还没有发芽，还没有现报，还叫种子，就因为今天我已经转恶为善，我已经转迷成悟了，我把整个大环境的境界转了。怎么能转呢？善心是主因。什么时候要现报？包括周遭的环境是以报，以报随着人心的正报在转。这个时候我是善心善行为，你这个心的发出来的能量通通都是善的，它就能够转你周遭的环境。这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所提到的，若能转污则通如来。周遭的环境怎么变呢？我的善心的力量把它改变。因为周遭环境这些人事物好与不好是你的心决定的，心如工画师，能作诸彩色。心就好像一个画师一样啊，天堂地狱都由他画。所以我今天已经转恶为善，转迷成悟了，你今生啊，你是人生一生中最开心最快乐的人，你这个心的磁场都是正能量，直接第一个影响到影响你的肉身，肉身也是以报，烦恼少的人身体健康，烦恼多的人老得比较快，容易生病。那你今天是正能量正磁场，最靠近你这个心的就是这个肉身，先转变这个肉身，这就是学了佛之后明显起的变化，转变气质。你看这个人半年一年后跟没有学佛的他判若两人，这就是学佛现世的利益。第三种境界再提升到转凡成圣。那么这个转凡成圣呢，两个利益。第一个，我还没有往生前我就已经能转凡成圣，然后第二个才说，我断气了以后，阿弥陀佛把我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转凡成圣。那你说我人还没有断气，我还是面对着现实人生，如何去转凡成圣呢？要知道能转凡成圣，他必定已经转迷成悟，他必定已经转恶为善。什么叫烦呢？起心动念
念念为自己想，叫烦。什么叫圣呢？没有我个人自己啊，只要能够让周遭眼前的人得到越多利益，我越开心。这就是圣，世间的圣。像哪些人呢？你看刚才我说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的人，他活在这个世间，他就像圣人一样啊。第一，没有烦恼；第二，心中没有仇恨。哎，但是他的日子呢，跟我们过得一样。你看，他也有家人，他也有恩爱眷属，他也和广同尘。但是他面对家人眷属的时候，平常心，偶尔不会因为说儿孙对我好一点，他就开心的不得了，他就不想往生了。而今天你看到他有人欺负他了，他也平常心对待。遇到这些恶人，这些不善，他认真心甘情愿的还债想。他能对治住自己的贪嗔痴，不让自己在这个世间呢过分的贪求。什么人最幸福啊？能知足的人最开心啊。然后他心中没有仇恨，他每一天天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你问他，你担心什么呢？还需要担心什么呀？啊，天要塌下来就当被子盖，要当不成被子的话，那天塌下来还有个子比我高的他先顶着。你何必去杞人忧天呢？啊，你说我们天天烦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我们都已经在那边烦了。儿子都还没生呢，你就已经在烦将来我儿子不晓得娶不娶得到老婆了，那是不是杞人忧天呢？那你想一想，我们这一生现实的人事物里头，我们是不是迷了？迷了就饿啊！啊，那饿了迷了，学佛再学几辈子，你永远都叫凡。凡夫的凡。这就是我们现实。要知道，只要我对佛法有信心，我知道学佛后真学佛一定能够转变气质，一定能够让我转恶为善。我这一生修善啊，来生我不会再受果报。不止来生不再受恶报，我这一生修善积德就能够转变我前生的恶因。你就拿出证据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学佛。从世间佛法里头，佛带着我们放眼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一念心中啊。无量劫以前，前世今生，
不过是你心中的一刹那而已。就这样子把我们从迷惑颠倒里头，让我们开悟，让我们明白道理，让我们真正知道我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再能遇到净土念佛法门，我要做的是什么？还是执迷不悟，糊里糊涂造作罪业？纵然口里念阿弥陀佛，恐怕你不能转凡成圣。除了这个我认真修行，我现世就转凡成圣，我这一生修善积德，不只是前生的业因已经被我压着不发芽不成长，我这一生念佛的功德能熏习我过去生念佛的善因，目的就是要临命终的时候，我念佛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前，断气前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从无量劫以前到今天啊，过去我所修的这一切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我今天真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啊，我才真的把这个凡夫身放下。阿弥陀佛大愿里头所讲的，我那才真正是像阿弥陀佛一样，子母正净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皆如阿弥陀佛。那个是最后最圆满的转凡成圣。那如果没有前面的，哪来的后面的呢？那你说现阶段我们在哪儿呢？现阶段我们在转恶为善，我们在转迷成悟。转迷成悟难，我们先从事项上最容易的转恶为善。如果你说我恶行为都不能改的话，你没有办法转迷成悟。那还造作罪业的话，能说你开悟了吗？开悟的人肯定不会再造罪业了。所以我们现阶段我们是在转恶为善，我们的目标是在转迷成悟。能够转迷成悟了，现世绝对就能转凡入圣。啊，那你说临命终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我这一生念佛的功德深厚，支持名号一心不乱，临命终的时候唱大丰收啊，那才真正是学佛的一切殊胜利益，就在晚年临命终最后一念见阿弥陀佛时通通兑现。所以我们学佛至少要能知道我现身学佛会有怎么样的好处利益啊，而且这个好处利益呢，随着层次阶段不断不断的提升，到最后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开口闭口就说念佛有什么好处啊，哦，死了以后去极乐世界，你说会把很多人给吓坏了啊，我自己听当然可以啦。那如果是对别人，我们能够这样的为人言说的话，那人家对学佛就有
兴趣了。啊，所以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学佛后的好处，人家才肯用心来学佛。啊，先从我们自己开始，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入圣。好，今天时间到，这一题为大家报告到此地。阿弥陀佛。